宠你所爱 ，Zuzu 常在。欢迎来到胜利哥有话说，我是胜利。每次铲屎官下班回来睡觉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在他床边看着他。铲屎官每次都把我赶出房间，但我还是喜欢在卧室盯着他入睡。为什么狗狗喜欢在床边凝视自己的主人呢？叮叮叮，确认一下，这是个知识点。狗狗为什么喜欢在床边看着你呢？狗喜欢在床边凝视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动物学家根据狗狗的日常行为分析，其实狗狗并不能判断静止状态下的主人是在睡觉还是出事了，因为害怕主人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就时刻盯在主人的身边，或者当周边出现危险的时候，可以随时叫醒主人，他们是主人忠实的守护者。